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悦耳音乐酱，我是小薇薇。BGM 是个神奇的存在，能很快的烘托出剧情人物，轻而易举的产生绝佳的效果。今天给大家整理几位出场自带 BGM 的人，小伙伴们一起看看都是谁吧。一说到自带 BGM 的人，很多人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潮汐海玲、袁华。袁华初中的表演简直是电影神一样的存在，现在只要一听到一剪梅，立刻能脑补出画面来。看过羞羞的铁拳的小伙伴一定对秀念这个角色有着深刻的印象，最帅的出场方式，最囧的死亡现场，真可谓丧命于自己 BGM 的奇人。The Riddle 被网友称之为上吊神曲，配上画面不是一般的骚气，小伙不顾万有引力，头挂绳子荡秋千，估计牛顿都要哭了。萨克斯神曲 Time， 不知道有多少小伙伴们记得这首西恩神曲，曾经风靡网络，在众多的明星中没有多少人能驾驭，这简直就是专属王宝强的 Time， 毫无违和感。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听一下吧。